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对这个做积分。我们看里面这个东西啊，哈 ，OK， 微分以后是3x 平方嘛，加6。那我把这2抽出来以后，也是嘛，3x 平方加6。所以现在的话哈，我把2抽出来，先把2抽出来哈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 x 3次方加6x 5次方。啊，这是3x 平方嘛，加6。啊 ，dx。上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上这个的话就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那个 d 3x 3次方加 6x 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 d x 3次方加 6x 哈，我对 x 微分，这个是等于 3x 平方嘛，加上6。哦，第一项微分嘛， 3掉下来，哦 x 平方。第二项微分 x 一次方微分的话是等于1嘛，就加6。那我 dx 把它移过去嘛 ，dx 移过去的话就等于这一项，这一项就等于移过去就等于这一项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就等于两倍的哈 ，x 三次方加上6 x 的5次方啊 ，d 多少 ？d 这个是这个东西嘛 ，x 三次方加上6 x， 我就定这个叫做 u。所以这是两倍的哈 ，u 的五次方 ，du 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哈 ，u 的五次方对 u 积分的话就变六次方嘛，所以是 u 的六次方，这里要补一个六分之一，微分以后跟它抵消嘛，然后再加一个常数 c， 然后我现在把 u 还原，哦，这是三分之一嘛，二三得六，三分之一。那这个是 x 三次方加6 x 的六次方加上 c， 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